觉得怎么设计啊？你用个棍子吗？这个还要拍什么？你还拍一个图怎么干的？这是整个过程嘛？这什么过程嘛？这个过程就不标准了，你把这个过程拍起来。别人都要看。这个还吓到了。还搞几根在那空的？你这什么技术啊？还搞得很空。那个就不要拍了，知道不？那个什么材料不是什么的？材料嘛，你等到时候他们没东西就拍嘛。那的叫几个穿了衣服同没穿衣服。笑了，吹得很好，这个吹得好，都是的。你怕说做得快一点可以的，因为快就起来了。我快个两个都伸不出去了，要把它放出来快点。两块，速度太快了是吧？两次快速，快速，速度太快了。快点，垃圾高。慢慢点，快点。